挺好。这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也不是那个百姓，不是不是。人民就是江山，全党同志都要坚持人民立场，人民至上，坚持不懈，为群众办实事，办好事。始终保持好人。好，我们财产。停止报家庭，停止诬陷，停止诬陷报家庭，停止打压迫害。他妈他得感谢咱们，你要给他配个专车费呀。停止报家庭迫害，停止耍流氓，为老百姓造福。你为您造福的是什么？全是共产党人。我将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。今天是美国总统日，我们继续在习学渊官邸抗议中国政府抢劫民财。作恶多端，还我们财产，孙芳您。